那两个 GTR 是谁的？你二十岁驾一辆 GTR。差点，喂，很少见3.0哦。哇！哇！哇！哈哈哈哈哈！Hello， 大家好，我是利瑞，我人呢就来到了古晋啦。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这一集是一个新的系列啦，叫做利瑞帮你 bling bling 车啊。其实我这个服装呢，就是我会去到每一个州，然后找路人的车，然后就是说会看到就是男生喜欢的车啊，我就遇到那些车了之后呢，我就会去找那个车主，然后找了那个车主之后，不是帮他 bling bling 他的车啦。所以当然，其实我们这一集不是，我们也是有原本是想要帮他们 vacuum 车，可是因为我来古晋，我带不来我的 vacuum cleaner， 里面的那些 plastic 的部分 coating 上去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一集是没有干爹赞助啦，所以我就把他的 logo 拿掉啊，再。然后星期六的话就是古晋人就有这些车他们就会很喜欢驾过来沙拉带这边喝茶。所以你看我们这边 parking 我们都其实已经有看到有好几辆了，那边有一辆那个 Integra， 然后你看这边这边有一辆 Nissan GTR， 然后那边有一辆 Supra。 那么当然这一集我也觉得我比较容易拍得到啦，为什么？因为我就知道其实大多数他们的这些车主咧，就是在这边的奶茶店喝茶。你看他那边有一个穿着那种 Mercedes 那种车靠的衣服，应该是他们的，应该是他们的。我们的古晋的阿宝哥啊，嗨，哇，好巧哦，我们，哇，我们在那边遇到哦，你好，你好，你好，我从小看他比较长大的，是呗，哇，谢谢你，谢谢你 ，OK， 他是介绍车的，然后因为我这边已经看到你跟他们喝茶都是有穿着那种 club 的衣服了是啊，所以我想问一下，那两个 GTR 是谁的？哎，这个小朋友啊，小朋友啊，对，我可以拍你的车吗？可以啊，我可以拉你去一边，你这样爽的没？我要拍你的车，你不可能。是这辆车是你的？对。你看，你几岁？20。你，他二十岁。嗯。你二十岁驾一辆 GTR。对。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 Edison。Edison， 说这里是他的 IG。古晋的女生，你们想要找男朋友的，驾 GTR 的，可以在你们去 backstage 有一辆 GTR， 找他。OK。二十岁，我们是几岁考到车来生啊？十七、十八。你就驾 GTR， 所以意思说你才在路上有2年多的经验了，你就驾 GTR。对。我不想做 YouTube 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20岁能够驾一辆 GTR？ 你做什么工现在？我现在是做这卖这 spare part 啦，是 family business 来的。爸爸的啦。对。好羡慕哎。超有钱。有打工过吗？有，也是卖油的。卖油。嗯。不是作案啊。我帮你打理你的车。好啊，放心，这个是好料来的，至少我能够体验到我进去你的车了吗？嗯哼，可能你可以让我体验点东西，比如你帮我 start 你的车呀，然后解释你的车啊，然后你 OK 给我加一圈吗？可以，没问题，没问题。真的？走，走，我们进车哦。OK。你 start 了不是？你踩几脚 OK 的吗？几脚哈？啊，要破 embank 啊。能破 embank 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哇哇，很厚哎。OK。哇，这个应该是 stock 哎，没有改过不是？engine 是 stock， exhaust 是 full straight pipe。full straight pipe titanium 啊。Yes。哇 ，titanium， 难怪我看到这个颜色。哇。等一下啊，我可以开 aircon 吗？可以啊。这辆车你改过什么东西这样多？只是一个 exhaust system， 那我加了一个 meter GVD original Japan 的。这个多少钱呢？大概3000多左右。这里东西3000多。对。很好。其实你的这辆有什么特别啊？它是属于什么版本的？它是 Track Edition 啊，也就是说椅子的 trim 啊 ，OK， 还有这个 badge 啊都不一样。这个很少见嘞，对，而且我发现你椅子是 Recaro 的嘞，然后你这辆车啦，你多少钱？70万，然后2017，对，
2017年你有用了这辆车的多少？比如说你很暴力的加过200啊，还是220啊，250啊？最快我加到是170啦。哦，明白，观众朋友们，因为是这样哈，因为古晋没有什么 highway， 所以啊、就做不到这样。因为如果你这辆车，我觉得如果你需要西马，我们有那种 highway 给你值的，应该200多不是问题。应该不是问题了，不是问题哦。听了过后是573，还有扭力是883，如果没记错的话，上30%的 down payment，OK。最低 payment 就是9300。哦，你一个月就是9300啊，这样子讲啦。哦。所以我们现在是在 normal mode， normal mode， normal mode。所以这个是轮胎 drift 还是什么？这是什么？ traction control。哦， traction control 下来就是 off 掉哦。然后这个是什么来的？它的 suspension。哦哦哦，比较硬，如果去啊，这个是它的 differential。哦，哇，我差一点点到了，我多一点点了，他就这样点进了，咦，我不敢踩，哎呦，哎，我不习惯，我差一点点罢了，点到罢了，你知道我不是踏下去，我点到他就已经好像，他会去很多了嘞，啊，点罢了啊。真的不习惯，我刚刚是普通踩 MyV 的那种的深度。OK OK OK， 我拿捏到了。OK OK， 哇，这个真的脚不可以很重哦，因为我现在驾的是 Passat， 所以我很习惯重脚。现在几号了？5号了，6号了。咦，这样快到6号了？哦，是吗？那个是牙哈、哦？嗯，对，那是牙。所以平时你 R 的话，就全部开 R 到完罢了啦。对。好像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外面。再进来了，那个路途也短短这样吧，他都已经上到5号了。哦！那是我不敢，所以我放掉，所以我放掉刚刚。OK OK， 不要了不要了，会怕会怕，我 feel 到了。OK 。因为刚刚我们就是蛮小段路，所以但是我会 feel 到是它的力很多都是在后面在等着被爆炸出来吧，所以我也是会怕啦，因为毕竟也不是我的车，所以大家就是能体验到已经是很爽了，真的谢谢你，谢谢你。以后你有什么 job 你给我知道，我也希望我能在30岁的时候买一辆 GTR。可以啊，那你看啊，像这些有一些有硬的部分啊，这些颜色不均匀的部分啊，这个东西一涂上去它就比较这样没有这样明显，然后就会比较烂。Supra 的车主啦，叫 Wiki。Wiki 怎样 spell 啊 ？WIKI。你的那辆 Supra 啦，怎样会有拥有它？哦，因为我从小不是、我就种香蕉树。OK， 等一下，stop， 这个月来讲干话了，我们先准备啊，大家。我从小种香蕉树嘛 ，OK， 到我长大的时候不是我香蕉也收嘛，然后卖香蕉哦，一天3-5千，一个月10来万。Wish you all the best。然后你拥有它的时候是什么年呢？哦，今年的事情哦，恭喜你，恭喜你！像你是做什么生意的？我是做啊、就是 wrapping， 然后 PPF 这些的。我现在6里 WK design。像我们现在就来聊聊一下你的车啦。你的这辆车是 Supra 2.0还是3.0？ 3.0。喂，很少见3.0哦。我这辆是买接近400元，原装还是 stock，就是340多。340多。扭力是大概480。3.0有说它的差别在声音有不一样吗？声音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一个手指，各位，真的很矮哦。算矮了。像我们来听一下你 start 这辆车啦。OK， 好。3.0的 stock exhaust 的声音。OK， 很温柔哦，很温柔嘞，很温柔哦。哦。OK OK， 那么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吗？应该没有。然后就可以直接给我。对，你自己发挥。这样好。所以现在我上来这辆车嘞。它让我感觉呢，它是一辆 BM 啊，的确啊，你看它的鸡腿也是跟 BM 一模一样，你看这个也是一样，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有那个 head up display。现在我们就来试驾喽，一定是在 sport 了，我们来开始啊， head brake 放。哦，怎么这样啊？哦，它从1到2号时候它会这样感觉，哦，这个的 brake 我就很习惯。现在我们试看小踩一点点。哦，这个你会觉得没有这样压力，试看看。
我连过个弯，它斜一边都会割到一点点。什么车一碰碰碰的声音？观众我不知道哎。可是我觉得这种声音好听啊。你听啊，你刚刚有讲你的这个 kit 啊，是全马来西亚什么、啊？比较稀有啦，日本一个 Artisan Spirit 的 body kit 来的，这个我是买二手的啦、okay. 就是日本 Recon 来的，大概要20多，接近30多。各位 kit 罢了啊，对 kit 二十多千，还有 wing， 还有、那个、哦，还有那个字旁，他讲我叫到很温柔，太温柔了，太温柔了。OK， 我们试一下。突然想起那时候 Adrian 载我的时候那种，我现在会有心理准备啊。声音出来了，我刚刚没有听到这声音。他要到他的 boost 哦，哇，很好听哦。等他的东西到，其实我是要去 remap 的，因为想做一个600多的口。哦，600多，所以要到 set 数咯。啊 ，set 数。时间关了一个东西要 VS。哇 ，sorry。哦，刚刚那个是一个 U 灯哦，它在 U 灯那边 drift 嘞。可是如果今天我们不是一个很惊艳的 drifter， 不要，就不可以。明白明白。VTEC 一天炸3-5次，一个月赔10来万，这个就是 VTEC。对，这个真的是 fully covered， 然后它的这个 spec 的很多这些小零件啊，全部是外国寄来的。这个啊，改什么东西？其实还是原装，保持原装。就是讲 engine 方面呢，它是一个 B20B， 然后它的 B-stone 呢，它改了一个 Type R， 然后 High Cam， 然后它的 Intake 就是改了一个 Type R 的。对，这辆车呢，其实它拿到来的时候是特别特别烂的，然后它一慢慢 rebuild 成美美的。OK OK， 车主驾了多久这样？几乎好像有7-8年了。那么我问你一下，车主方面，他知道是我来拍哈？啊，知道的。这样他肯给我试试一下吗？好，没问题啊，他可以讲试。Confirm。Confirm。试一下什么叫 VTEC。这辆的马力是多少？现在？220吧。VTEC 是在5800咯，5800开咯。它的 clutch 全部都是保持原装的，都是可以买菜的啦，买菜车来的。哦，它的 clutch OK。对，买菜车就是这样。哦，你可以拉得很紧。我、哦、那个 Adrian 的，哎呦，吓晒到呗！你觉得会失火吗？应该不会啦，看你老司机。这样我上车喽，啊，去吧。好，哎、欸，不要失火啊！啊，这个很爽，这个就是有那种以前我学 manual 车的时候的那个那种的简单的感觉。对呀、啊，对呀、啊。只是说它就来的有力咯。哇！哇！哇！你知道我抓着我的这个啊 gear 哦，他刚刚开 VTEC 的时候，被抖了我，被抖了我。这个我要开这个，咦，先开。窗啊。啊。这个好像。Let me see first 啊。来，我们现在研究开窗。哦，一边能开，一边不能开。哇！你抓得住它，一分钟你在 high speed 的时候。对，然后它的 adjustable 也是换了，然后拐弯都是很舒服。啊，拐弯很舒服，所以我刚刚我自然而然我会敢踩在拐弯的时候。
Nice. 还是要讲一句，车主 ，I love you。可是这个你可以刚刚在 BTEC 开的时候，你也是可以过弯，你就觉得说哇很爽，那我真的很开心哎。This is the best. This is the best. 他一出那个声音，我就高潮了，高潮啊，出水啊！阿洛，你照去那边，没有你看到照去那边，伸不到，伸不到，要用腿，要用腿，要用腿。阿洛，你试看腿，你死了喂！谁？帮你 bling bling 车啊，拍得太兴奋了啊，一天就可以这样子拍了三辆车出来啊，当然也是要感谢我们的啊阿宝哥啊，也是今天在古晋这边星期六哈，我们可以就是遇到有车队的人，那我们也是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车主啦啊，所以今天给你选啊，虽然可能你没有体验过前面两辆啊，你会选什么车今天？我还是 VTEC。每一辆车的性格不一样啊，就是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啊，尼桑 GTR 是一个非常保护的车，这样子讲，啊，对，所以也不是说谁都能 handle 得到的车。第二辆是 Supra 啊， Supra 就是很好玩，它很好玩。这辆就是啊，另外一回事啦，这是 another story 啦，这是哇，太棒了。那好了，所以当然就记得 follow 他，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拜。来。